係啊，我18號又要，即係18、19號又要飛馬來西亞去做一個星夢傳奇嘅 tour。咁啊，做完嗰個 tour， 再加埋隔離就又7月幾噶啦。咁誒之後都仲有啲 job 係可能去外地做嘅。咁唔緊要啦，我覺得而家就係希望可以揾到啲好啲嘅角色，揾多啲錢，咁就其他嘢咩都唔諗。唱歌咧？我會做表演嘉賓咯，我會彈吉他唱歌咯。其實好嘅，因為我成日都話做演員，你成日投入個角色，你去拍戲。咁唱歌我就覺得係我嘅半休息咯，因為我每日自己都仲有練歌練琴，咁就當我去 enjoy 嗰個 show， 我覺得都好好嘅。你自己會唔會開 live 唱下歌？我練好啲先啦，唔係都會嘅，都會嘅，但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喺酒店房實在太長嘅一段時間啦，咁我都有諗過係咪應該開 live 啊，應該咩咧？但係我都係覺得網上嘅嘢都唔係太啱我自己，係啊，我反而覺得我會想多啲 focus 喺真係拍戲做演員嗰度會好啲咯。開即係 FaceTime 唱俾老婆聽。佢嫌我煩啊！佢嫌我嘈啊！我彈吉他，佢就叫我識咗佢噶啦。唔係你唔同嘅，因為你唔係你日日喺佢隔離練同一首歌啊嘛。咁所以佢咪覺得夠啦夠啦，你唔好唱住啦咁咯。喺隔離時間整個新歌俾驚喜佢彈。其實我隔離嗰陣時候都做咗好多嘢嘅，咁但係就好快大家會知噶啦，因為我冇辦法要用 Zoom 嚟去處理好多嘢。咁即係譬如餐廳啦，要出啲新嘅餐牌啦。咁啊，要離遠同其他合作嘅朋友去開會啦。咁嚟緊呢個禮拜，大家會睇到一啲新嘅 project 噶啦。